伊在替中国做皮料生产要推送。三年前，因为不太受韩国新冠疫情的影响，停掉了替菜田的事业。回到台湾过后，就囤积落下存了62年的糯米，来做出糯米饭、方便包、提面如何来卖。没想到该小偷从永吉粮食局到位，伊就带动糯米饭去到沙溪管饭店分享，而也到老人家吃到老时的好美食。我金沙区管饭机店又向顺强六年后演给欣赏，多机店搞装批同属搞创意，除了创挑以外，也本装批挖土创造。我们也会帮安排一些像带动唱的这些老师来带长辈一些比较肢体关节活动的运动，让长辈可以有延缓失能、促进健康的这个作用。中批提九十二学跳舞，沙溪职工提做下准备帆船，由盾牌骨同太冲头超人嘅绑菜以外，中批根本意思咧系古早味嘅焖肉饭，用皮猪肉做嘅焖肉，高质慢慢咧本中接头量，牺牲现加纯五台嘅焖肉饭，本中批食得真欢喜。加油加！这个东西大概也不好意思说千锤百炼，但是所有人吃到说怎么卤肉有办法卤到这么好吃。许新贤表示，三年前因为疫情，中断了在中国的事业，做准台湾以后，同家传的朋友来做防骗包，杀闯出一番事业，并持起提沙皮用提沙皮的精神，在重阳节将会多个时节，用朋友翻折台沙皮的装皮，希望同样朋友的好米西一次传向下去。下个新闻，潘胜峰频道报道。